这个是你怎样也买也买不到的一个包。So cute！ 第一个 fashion campaign 呢，你 Gucci。今天我是 Cafe Blackpink Jennie 的最爱的一个 Chanel 包，我现在就开给大家看。Good morning。今天拍 Chanel， 所以就要在车上换衣。Cute necklace。给大家，这个是你怎样也买也买不到的一个包，现在在我身上。这是 22， so nice。Now my rapper. Okay. Okay. We're today in. Oh, sorry. I don't like this place, but it looks cute. It's very cute. Ash, 我很喜欢你这个二十二。Holy shit， 我觉得那个很美，这个更美。啊，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是蛮美的，听说这边是看 sunset 的一个 sunset point。其实我觉得马来西亚蛮多这种很美的地方拍照，就是。要去找，然后这个就是 Vivian 在小红书找到的一个地方， amazing 啊！到现在我还是很想要这个包， oh my god， I want this bag， I want this bag， so cute， 哇哇，我们现在就是很累，上来就是很不 glam， 还好不是高跟鞋，哇，贵哦，哇，I don't know why we need an air fryer in the office, but kind of bought one. So cute. It's not sponsored, yeah, guys. I bought this. Just stealing my cereal.Pantry 呢，就是有 microwave， and then we have like air fryer oven ish， 还不知道怎么用。We have coffee machine， espresso actually， espresso， 然后这个 cereal dispenser 啊没有了，吃完了 ，so cute。然后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买青色的东西，我就买了很多这种青色的。IKEA pan. Can you show you got something really cute with this? So cute. 今天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拍夜拍，一边找的地方很美，可是太远了吧？我们现在差不多在车里面有一个钟多，都还没有到。我也不知道我在哪里，感觉看到海边了，真的是来到了海边。OK， 大家。OK， 现在是晚上十点，然后我们还没有拍完。我现在就是在这边休息一下。然后我今天换了一个青色妆，因为这个夜配就是要很多青色。Hello， 你 feeling okay？ 好帅，
很 shadow 吗 ？Your case is okay。嗯，OK， 现在是凌晨1点多，终于收工了。今天要带这个杀猪去拍摄，因为最近呢就是有皮肤病，然后就把这边剃掉，现在长了出来很丑。Ready for your first shoot? Let's do that. You ready? Yeah. Wow. It's a night. 第一个 fashion campaign 呢，你 Gucci. 哇，之前都穿假的 Gucci. 哎呦，来，今天我是 Cafe.Gucci Pets 的超可爱，这个太小件了，我的狗穿不下，没什么 ，so cute， 它只可以穿上这一个 ，not too bad。今天想要做一个开箱，就是上次呢去 Bangkok， which is also last week， 我们就是去了 Chanel， 然后其实是 Joy 的 idea 要去 Chanel 看一下包包这样子。其实心里面有说，哎，如果我看到这个包的话，我会买下来，因为上次我去 Spain 的时候回来，我就有经过机场里面的 Chanel 有卖这个包。可是当时那时我就是很赶着去 London， I think it was from Spain to London， 所以我就没有花时间在 Chanel， 我就看了就算了，我就问了价钱，可是我也是没有打包起来，因为那时就心想，哎呀，我刚买了一粒就不想要买。我不是一个很 impulsive buyer， 就是我不会 on the spot 就很想买，我就会回去想，所以我就跟自己说，哎，如果我在泰国有看到这个包的话，我就会买下来。I don't know if KL 有没有，我就没有时间去 shop， 我也不知道这个包有没有，我没有特地去问有没有这个。So 我就让 you know 命运决定。So let's see， 我们就去 Chanel， 然后其实 Bangkok Chanel 也是跟 KL 一样，就是要去做 appointment 才可以进去。然后那时候我们第一间的时候，第一天到，我们就刚好去香 Paragon， 那边有一间 Chanel， 就放了名字，可是他说要等一个钟这样子才可以去进去，他们就会 text 回来。所以我们就 after 就跑去香 Center。然后就下很大雨，我们就没有办法回到去了。那 after that 我们就要去 dinner， so that was it。我就觉得，哎，可能就没有机会买 Chanel 还是什么， it's okay。But the next day 我们就刚好要去 Central Embassy， 想要去吃这个 boat noodles。If you see this video, you know it。然后就刚好就想，哎， Central Embassy 外面那个门口就是 Chanel， so 那边刚好他们没有这个 appointment system， I don't know why， 不一样，就是排队一下而已，就可能前我们只有。前面一个人在拍，所以我们就买出来就等，没有想要等一下也是要个15分钟。Anyway, we went in， 然后我就看到这个包。Part of it 就是我记得我在Spain 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包的时候，觉得哎蛮可爱的，我觉得蛮可以蛮百搭这样子 ，you know， 我就是那种很 basic 的人，就是要买的话就是买可以百搭可以常用。然后就刚好看到 I think it was on Instagram， 然后就说哎这个是 Blackpink Jennie 的最爱的一个 Chanel 包，我就想哇我们。两个真是有一样的 taste， 那么所以我就觉得，哎，我一直被种草，感觉一直很想忘记它，可是我头脑里面一直有在它的那个那影子存在。So I saw the bag， and 大家一定很好奇那个包是什么，我现在就开给大家看，大家猜到是什么包啊？而且还好像不是一个包哎 ，small bag， 其实它真的很小个，噔噔，看到吗？好，我现在就要开起来的。其实它是一个 vanity case， 看看，我觉得那一间是蛮齐全的，还有粉色、白色还有黑色，我最后还是选择 you know the most basic one， 因为上次买了一个白色，我就很少用它，我觉得哎不敢太常用。然后它里面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有镜子，它就是一个 vanity case， 看看，然后可以放 like 卡还是什么， it's very good for dinner， 所以我就是觉得很可爱，它没有 sling 的，它就只可以这样子拿。But to be honest， 我心里面还有一个包，我觉得我还是希望有一天把它忘记掉，就是 Chanel 22。So，
hopefully 我不会遇到他，因为我遇到他我就心想很想买，可是就是最好不要遇到他，不要去找他，如果遇到的话到时再想吧。So yeah, this is really cute. What do you guys think? 这个礼拜则是非常非常忙，然后就是感觉上我一直在拍摄，然后刚好昨天是礼拜天，我就给自己一个 off day 这样子，什么就不要想，就是在家里就是看戏，然后看完 Stranger Things 也看了一个鬼戏，就是那个台湾的那个咒那个戏。That was quite creepy, 有点小恐怖，所以我不建议大家一个人在网上看。But if you want to take out the challenge, go check it out. 我个人是很喜欢 Stranger Things. 我发现到就是它的这一季就是 Season 4, right? 我自己很喜欢，我觉得有被感动到，然后全部都是长大过后的感觉。Oh yeah, guys, I am traveling again. 就是我下个礼拜又会去，当这个影片出来的时候，我已经是在别的国家了。然后这次就是会去新加坡，然后去巴黎，然后再去 Bangkok again， 都是工作。这种很忙的感觉又回来了，有点小，不然要怎么办 ？So yeah, I am trying to relax more, but I love my job. So yeah, guys, I'll see you next Thursday. Don't forget to like, subscribe, and let me know what you want to watch more. 开放过后，我觉得可以录比较多 travel 一点的 video， 因为 previously 讲真的，我一开这个 YouTube channel 的时候，它就开始 lockdown， and then everything is like revolving at home。我也很开心，就是经营这个 YouTube 这么久过后，开始觉得哎，感觉大家就比较认识我一点。So yeah。See you guys next Thursday. Bye. 你看厉害啊！晒太阳。喂。那呀 ，To be honest， 我是还没想到几次用，是吧？哦，没去过几次，可能重新开箱 ，post 在 Instagram 吧。哎。OK， 可以，可以，可以跟。